屏幕前的观众们，大家好。齐淑芳京剧团成立于1988年，是以宣传中华文化、传播中国京剧、加强中美文化交流为宗旨的京剧演出团。30多年来，京剧团在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齐淑芳团长的带领下，走了美国十几个州，演出几千场，观众达几十万，其中有学校、社区以及著名的百老汇剧院。齐淑芳老师两次获得《纽约时报》的好评，也获得了美国最高艺术成就奖，以及总统的亲笔祝贺信。齐淑芳京剧团深受广大戏迷和中外观众的喜爱和支持。2020年，一场新冠肺炎席卷全球，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文化表演艺术活动遭遇暂停。齐淑芳京剧团为了能让广大观众继续看到我团的京剧表演，在法拉盛市政厅的大力支持下，京都剧场在舞台上完成了演出的录像，在线上向广大观众呈现一台有文有武的折子戏专场。 Famous performing artist 齐淑芳 and her husband 丁玫瑰 established their company in 1988 in the New York City with the sole purpose of performing Peking opera, which is a quint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y should need a troupe of high talented and skilled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artist to resume her Peking Opera Festival, giving annually since 2001, loved and eagerly anticipated by devotees and by the general public. After the hiatus of a year-long interruption by the scourge of COVID-19, the company is resolute in returning to the stage.A way of thanks to so many audience, enthusiastic, suppose for the so many years. One regret is due to the still legal restriction. Numbers of artists and musicians on stage are limited. The following is a scheduled repertoire. 由于疫情的缘故，剧场有严格的规定。舞台上的演员不能超过5人，乐队不多于7人。遵此规定啊，我们安排的如下的节目。首先请欣赏天女散花，天女由著名文武花旦戴洛扮演。The Heavenly Maiden Scattered Flowers, Heavenly Maiden 戴洛。
Hey!
象象河选场，廉颇由著名裘派花脸翟宪忠扮演，于清由著名老生吴坤扮演。The general and the prime minister make a piece selection. 廉颇、翟宪忠、于清、吴坤。Thank you.
想当相日小儿有什么真实的本领，他金败手下，怎比老夫在疆场之功？他到官高爵衔，为压朝堂，此事我知，就不可功了。退让于我，向日啊向日，你在我之面前得宠，在老夫面前你称什么英雄好汉也？不爽哦呵呵呵呵呵
偏颇虽老，我这铜筋铁骨去换马劳，奏本不朝，为的是一人。哦，莫非为的是那林丞相吗？我不认得什么林丞相。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惧怕于你不成么？既然不怕，退让我何来？请问老将军，你与那秦王哪一个厉害？自然是秦王凶狠，廉颇焉能比得？朝王，像那林丞相手持抚琴，他能完璧归赵；而是抚琴枪命秦王击风，那是秦邦兵是兵山，是将是将海，他尚且不惧，难道是单单惧怕你老将军不成么？他不过怕的是想想不活乃国家之害呀。我二人不活与国家无害之忧。哎呀，老将军呐，想你二人一文一武，一箱一箱同心扶照，那秦邦不敢贸然侵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那是秦邦必然乘虚而入，不动刀枪便恐灭赵，那是不赵国国破家亡，不幸流离失所。哎呀呀，到那时你换成的什么威风，闹的什么义气呀？那林丞相情愿让廉颇，不愿王赵伯公。老百姓呐，许都现身
我之中，这祸国殃民之罪居在我一人身上。廉颇呀廉颇，你错之在先，怎能宽饶于后？哎呀，这老将军，只要你回心转意，那林丞相还要亲自过府与你赔礼呢。于大夫，此事乃我一人之错，怎能劳动丞相亲自过府？待我身背金帐，取之相府，擒罪便能了。廉颇做事不自量，不禁擒罪受好，不免报与我知，知道便了我。白蛇传，玄场断桥。白淑珍由京剧表演艺术家齐淑芳扮演，许仙由著名叶派小生于向伟扮演，小青由著名文武花旦戴洛扮演。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The Broken Bridge。 白淑珍、齐淑芳、许仙、于向伟、萧庆、戴洛。
就劝过姐姐舍弃了他，姐姐不听，如今害得你这样颠沛流离，小青若再见许仙之面，定饶不了他姐姐。Woo!
知念县小姐，从镇江到此，你干什么？二指印，是不是法海将你追赶？我们姐妹来了，像你这样负心之人，待我杀他你！娘子，哎，请进呀！Thank you.
明白了啊？怎见得他明白了呢？姐姐，咱们走。娘子啊！
石山。这出戏是齐淑芳老师的代表作之一。1987年，齐老师曾率上海京剧院参加维也纳国际艺术节，演出此剧，震惊维也纳演艺界。齐老师被誉为技亚群雄的京剧大师。今天齐大师已是77岁高龄，但仍然是英姿飒爽，动作灵活，靠其功夫运用自如，武功深厚，而且在断桥的演唱，嗓音仍然是那么的甜润嘹亮。齐淑芳不愧是真正的文武双全的京剧大师。青石山武打片段，九尾狐齐淑芳扮演，关平吴坤扮演，神将翟宪忠和齐淑芳京剧团艺术总监丁玫瑰扮演。 Green Rock Mountain Martial Arts Exhibited Nine Tail Facts 齐淑芳、关平、吴坤 Immortal Generals 丁玫瑰、翟宪忠。